雪眼云低，阴霾弥漫啊，多多点点赞啊！点赞唔好停。同云低诉。我无书头骨那寒，锁林啊冷雨尽凋残，往事仍怀难，太险芳村走难为愁苦。烦恼啊，昔日雕的琴今已恋我为奴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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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此世报国分难忧，天纵大有谁知我从天降白海浪涌多翻难，红心难还星河，叹息英雄落嘅拖荒诞。终危难，望家乡灯光玉堂，千里望难凭远送，将莫万重山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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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愁哟，梦如明如伟如一那那那两眼流冲，自发冲针之路，饱受磨战。在这大型城中，冲到一名军卒，看守这大军操练，系你为了一点之私，将矛下害。入在八倍途中，欲将我自知死地，这桩桩件件件件作我恨不成你之用，方是我心头之恨呐。走入干场。问苍天，万里关山何日还？问苍天，血雨何时再断绝？问苍天，何日重飞三尺雅剑？诸尽奸贼了唐官，作为得书卷。为何天难天对仇和怨，天把天，莫非你也怕权奸，有口难言？哎呀，哈，一阵猛烈风雪将草覆眼毁，雁林中若是撞回一木马，险啊！卖乾坤难卖英雄分冤啊啊啊啊啊啊首先打头炮的会有一个折子戏《风雪山神庙》，讲述的是八万禁军教头林冲被刺配之后几经周折，就被分配到去看守草料场，
一场风雪过后，他被迫要在破旧的山神庙暂宿一宵。为我们主演的会有广州粤剧院著名的青年文武生，现在在网络都非常活跃的陈俊文，以及青年演员吴少冠。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两位。我从天光万
山海浪涌荡，波翻滥，寸心难还星河，叹声英雄落下拖，荒郊终危难，望家乡更冬用家穷，千里我难行于顺难，张望万重山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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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行杀功靠长子，鸭龙机关啊在此六翼城中充当一名军卒，看守这大军重圆，系你为了因你私自使用枪炮陷害，又在发配途中欲将我置之死地，这庄庄严严严严庄庄行军的圣旨，只要放置我三分头，只
压林冲，若是作回一报马，险马。雪漫漫，漫乾坤难漫英雄奋于算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难逃活命啊！那林冲纵然逃得活命，烧了大军，草了场，也是死路一条。雨后大人真系好妙计啊！兄弟们，有待等火灭之后，执几块林冲尸骨回去，也好交差领赏。六嘿。林冲诈欲而前，你是林冲？嗯，啊，就是你屡屡害不死的林冲。
大丈夫被逼无奈，锄奸杀贼，不畏仇，于哪？